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手小江啊，张艺兴。大家好，我从小学长啊，张艺兴。好好。有一种菜叫做妈妈的味道。长沙的景点其实有很多啊，看每个人喜欢的地方不一样，可以去橘子洲头看一下毛主席的雕像啊，也可以去白沙古井看尝一下甘甜的古井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。然后完了以后还可以，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啊，看你们自己喜欢了。然后吃东西的话，所有的湖南餐馆都好吃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要吃长沙的口味虾、臭豆腐、糖油粑粑，还有葱油饼什么的都好吃。然后现在马上就要上台了，最后一句话，走，好。时候就是那时候准备要那个教师招聘的考试，然后呢就上台，希望他能给我一点鼓励，然后我也许下承诺说我一定会考上，带给他好消息。那么今天我就是来兑现承诺，想要告诉他我考上了。就是说我觉得听到一听的话，可能就觉得有一种希望，有一种爬上那个心满意足的感觉。因为我确实为了今天这一天准备了很多，过去的话很多故事有自己各种经历的话，我自己知道嘛。是为了就是弥补上一次的遗憾，所以我做了一个沙盘，就是放他最喜欢的。长沙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很高兴能够回家看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妹妹，哎呦！啊，说问我的睡衣是吧？因为我睡觉穿的衣服过来就不大好。没关系，我们问一下，一心你睡觉的习惯是？你们怎么知道？是裸睡吗？就是比较舒服一点。当初想要邀请家人去参演 MV 的时候，会受到大家的拒绝吗？其实我也想过，就是可能老人家不大愿意出远门嘛。嗯。结果就到家里拍，瞬间同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外婆说，我说哎，那外婆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。他说你说啦，我说那个您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巴黎拍一个 music video 啊？真的？你问伯妈意见的话就可以了。我外公说的话是，你外婆没有意见的话，我可以啊。哇，他们是最早看到成片的人吧？他们蛮担心的，对，但就这有什么担心的？我爷叫一条过，其实在那边拍摄的时候，他们是每次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今年的第一场的时候，艺兴呢真的非常有心，把 X Fact 写到了手上。上一场的时候呢，哇，那更狠了，我就特别想知道，今天这个睡衣趴你会写哪儿呢？这不合适吧？合适什么呀？你们觉得写在哪里吧？这里吗？腹肌啊！其实今天 expect 写在了。那今天艺兴呢也是回到我们这个家乡来了，想必有很多的话要给大家去分享。那么今天我们先进行签售和见面的环节，那么这个环节结束之后，我们再坐下来慢慢的促膝长谈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嗨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谢谢。哇，太好了，这个是蛋糕吗？谢谢。这是我新买的，这卖完我就加。
因为你每年都是一个人看海嘛，所以妈妈我先拿回去了，妈妈我先拿走吧。然后那个女儿的话，你还没有出嘛？所以我女儿，我明年来再给您，可以吗？好。那只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是因为，你之前一直说你想要有一杀手吧。给你写了一个歌词，然后对，是那个场景设定是19世纪欧洲的吸血鬼猎人，所以这一首歌叫 Hunter。 谢谢。这是一个长沙的手绘本，这边是湖南师范，就是你的那个师范附中。看看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创立于1905年，是湖南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。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口令，你知道吗？就今日我以附中为荣，明日附中以我为荣，这种口号，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。去年北京签售，你不是帮我写毕业快乐吗？结果我觉得毕业还蛮顺的，感觉今年又来蹭你的吉言了。然后，哇、哦，这么厉害吗？你怎么变这么夸张了？而且我也找到实习了。然后希望下个专辑还能来蹭你的吉言。好啊，好啊。只要你们真的，我写给你们的话，你们都能实现的话，我愿意一直跟你们写这些吉言。谢谢。好嘞，好，谢谢。再见啊。今天的读到音嘛，明天就考试了，我希望你写个自夸学习进步的，然后画个像给他可以吗？画一个什么？画匹马，画匹马的。马是吧？对。能不能画一个小羊啊？好。你帮我往这边画一个小心好吗？小心是吧？帮我画个男朋友好吗？我一直没有男朋友。画一个。只要你们真的，我写给你们的话，你们都能实现的话，我愿意一直跟你们写这些吉言。贝壳，星星和贝壳在一起。但是为什么会是贝壳女孩？哇啊！我刚刚才知道，原来贝壳女孩的原因是因为 X Back。我说，为什么什么时候喜欢这个贝壳了？我说这个贝壳，然后我突然想一下，哎，也是，我粉丝，因为他们很厉害，很强硬。哎呀！哎呀！因为真的很少有男性的粉丝过来，因为喜欢你3年了，初心不孝哇！初心不孝的话，比不忘初心的话更有那个男人的那个对，更有深意一点啊。然后就是可以的话就击掌嘛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可能也是因为你紧张嘛，有些人的话没来提说没事。我网上写的初心不孝，初心不孝的话比不忘初心的话更有。那今天的艺兴也是非常有幸，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所以呢，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小惊喜啊！哎呦，哎，第一个小惊喜啊，这3张呢都是今天艺兴中午的时候紧赶慢赶回到自己的家里头，然后亲自做了一盒爱的便当啊！这里面就是做的这个。中国湖南长沙的名菜叫辣椒炒肉，因为我到哪儿去都去介绍这道菜，因为也是湖南名菜嘛，到湘菜馆里面必有的一个辣椒炒肉，所以我感觉其实它的烹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又特别好吃嘛。首先啊，我跟你们示范是可以吃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便当想跟谁分享？这个就难选了，这真的。500号都在这儿，一种啊，直接抽吧。1排10号，2排10号，3排10号，4排10号，5排10号，6排10号。好，抽了。我，七排的2号。啊，
除此之外，我们立新还有惊喜送给大家。这个惊喜就不得了了啊！有请我们老师上道具。我想开一个演唱会，我也想开一个有质量的演唱会，我想你们陪伴我成长，我希望我的作品也不让你们失望。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开始问吧。立新，你的人音线还好吗？什么是人音线呢？我不太晓得。我的人音线现在不见了。你说怎么办？你想不想知道？因为好吃的东西，我的人鱼线现在又在长，每天早睡早起，每天回到健身房里去健身锻炼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人鱼线，就可以去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一个特别的方式给大家说再见，用音乐的方式来给大家纪念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下午的愉快的时光。今天看着你，我心里很开心哦。今天看着你，我觉得自己很 happy。好了，各位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谢谢立新，拜拜。